Hello， 大家好，我是 Cynthia。今天呢，就是我们一年一次的尾牙。那香港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尾牙是什么，但其实就是一个 Year End Dinner。但是我发现要准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今天其实找了两个助手来帮我。哎，助手们，打个招呼。Hello， 老板，你也上到嚟啦。你 check 下太阳门。check 太阳门。好的。今天这个酒店是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你有来过吗？没有，我第一次来。哎，助手怎么会先吃东西？Sorry， 我很饿。这是订的是一个叫做什么 Deluxe Harbour View， King Size Bed Suite。门进来呢，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客厅，还有一个小小餐桌 ，which 我的两位小助手现在自顾自的在吃东西。这是海景房，所以当然要有一点海景。哇，非常开阔的一个 view。这个地方只要两个人住，还要有两个浴室。都真的好大呀！你现在在洗手吗？Sorry， 拜拜。我们刚刚去了一个像日本超市的地方，他去工作，然后 Charlie 去也是工作，我也是工作。你是什么口味？明太子。Charlie 嗰间真系最好食咯。哇，真的好吃这个。这次的酒店呢，一样是在 Hotels Combined 上面找到的。它就是一个网站，然后可以集结很多不同订房网，然后帮你找到最低的价钱。这样，大家如果有要订酒店的话，都可以用它去比一下价。为什么我今天会打扮成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这次维亚的主题是跟台湾一起，就是哈利波特，我们叫做重返霍格华兹，好像。你这什么眼？现在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尾牙嘛，我们就是要有奖金。但奖金为了公平起见，我等下要先把就是奖金的数字写在纸上，之后让 Agnes 来帮我 mix 在一起，这样子我就不会知道到底哪一个数字是哪一个奖金。哦，所以你自己也会抽的吗？对。C 好嘛，嗰啲叫咩会计师啊？会计师帮手 Agnes 会计师行。哇，我也想要奖金了。还对吧对吧，我都想要啊，我可以参与啊。Mix 我要捞埋先啊。我要在这边就郑重的说，我是真的不知道奖金在哪，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台底在捞紧。好的。我们这次除了奖金之外，还有奖品，然后奖品也是有分一奖、二奖、三奖跟四奖。那跟这个一样吗？不一样，分开的。哦，还不还不累。所以 imagine 你拿到最小的奖，然后再拿到最烂的奖。那我就 quit 了。我想要去接 Keith 他们。其实我当时算蛮像酒店的职员。哇哦！打冰楼啊！哇！第一步呢，就要请大家选择其中一个球。一号，四号 ，OK， 三号。第二年的尾牙，谢谢大家都还。还在我们今年有没有进步很多？跟去年比起来，有地点跟食物都进步很多吧？很多。哦，我以为你问我们本人有没有进步。你本人有超大进步，体重方面。哎，干。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你是哪个学院的？我是 Gryffindor 的。哎，我是哪个？一情与正义的 Gryffindor。Slytherin 是那个？我是 Hufflepuff 的。伏地魔。我想问个问题哦，霍格华兹的食物不都自己变出来的吗？对啊，都噗，当然自己都可以了。那请问你现在干嘛？欸，我这是没有上学的人，我还没有学到怎么变。可是我很厉害，我可以把我的薪水通通都变不见。没关系，你今天有机会可以把薪水再变回来一点。我是幸运的男人，我可以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有缘人在。
来进行我们尾牙的第一个活动，那就是抽红包。刚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抽到一颗小小的乒乓球。哎，他是第一个。你是一号，你是一号，你是二号，你可以选择要不要交换，跟上次一样。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跟别人交换。我不交了，我就顺自己，顺自己。我也是吧。OK， 就是我现在都不知道。好，信自己了。那就是抽到多少了？对啊，好紧张哦。那真的伤心哦，真的伤心哦。好喽，好。跟住。几多啊？我应该唔系最多咯。OK， 我覺得不少咯。我應該不是最少咯。我應該最少，我應該係最少。那這是真的，這個是真的。我現在要看哪一個？啊，對對對，那個是你自己打。這個是什麼啊？你打開看就知道了。好。哦，謝謝。噔噔。你來張。哦，不是，你寫在哪裡啊？在邊邊，這邊有一個。怎麼哪裡看得到？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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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K， 我来试。Love me more。哪个亲？下一个。Expector Patrona。Expector Patrona， 这什么？召唤咒。对，就是保护。Patrona。Wingardium Leviosa。凭什么有口音啊你？你是谁？你是 Hermione。Let's pop down to the market。Harry Potter， Professor Wate， Professor Wate， You look ridiculous。我是那个会立起会立起的老师，那个 Professor， 然后就这样。什么 ？Descendo， Shut up， Oblivion， 忘记 Oblivion。连头啊，四个连头了，所以呢，不要哭，多一个成员了，来自台湾的 Love， 呀，对，会有手写卡片，我都没看哦。很感谢我们三个加入了，对，他一人很 sketchy 的时间，我其实也准备了一点小小的惊喜要给这边的伙伴们，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然后想。评选，先稍微闭上眼睛，我稍微准备一下。OK， 闭上眼睛，看走音。我闭上眼睛，好，闭了。好，多少？闭。是你们的裸照。好，我们在办公室都装有 camera。好，好了，看了吗？本人王氏集团主席 ，A.K.A. 斗士领域爱好者，有一啲好重要嘅说话同你哋讲，你同我听住。今年大家发财，一年匆匆咁样过去，时光飞逝。Hello， Crystal， 周边文，周边文。Hello， Crystal， Hello， Vicky 同 Cynthia。好多谢你哋喺今日。哦，你咁粉。Bonjour， merci beaucoup。好多谢你哋过往一年嘅 back up 啦。先祝 Cynthia 今年身体健康，就不要再毒蛇咖啡啦。咁首先咧就想同Crystal 讲。我爱你，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后面有个朋友经过，跟住朋友识，系咯，希望你开开心心啦，同埋希望你快出铺啦。T 吧，后面就开开心心，就唔好再食咁多年糕啦，知唔知啊？我唔食年糕啊，希望嚟紧呢一年可以再认识大家多啲，成个 back 啦，一齐加油。爱你 ，love you， 同埋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祝大家新年都咁好。感谢哈咪哒，新年唔该，多谢。大家都长大，我唔好再长大，唔好再长大。好，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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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杨波。
感动，感动。然后我以为魏婷会哭哎、欸，我本来想啊，但是他突然今天就不是 sure miss r e g r e t 希望创作者能够，就从创作者那边听到他们对大家的想法，然后大家也可以有点小小的动力，这样希望你们会喜欢。接下来呢，就到我们今天的奖品时间。那今天的奖品我们一样也是会用抽签的，但是因为奖品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所以我就会选你们剩下的。那我这边有四张纸，然后你们可以自己选一张你们想要的。里面呢就是一段歌词，然后你们可以看完之后，你们可以决定有没有跟别人交换。我那首歌是叶子。好、oh, 什么来唱一下、yeah.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我很爱这首歌哎，我找不到，我到不了你所谓的将来的美好，聊聊是非吐吐苦水、oh.重新定位，要成为你的谁？哦，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打卡前，我有话言，差一点多一些。多钱？我呢、這个我唔识唱喎，但系。孩子风筝准备疲倦记忆珍藏，回忆的你是最亲切，是最开朗。在再无方，日月笑，我信你化作漫天的星座，遥远的彩虹。OK， 好。Yoga break。Yoga break， 我教你 yoga break。Oh my fucking god！ 你真的是 AirTags， 唔系 Live Band， 系 AirTags 咯。好彩咧，我宁愿要支嘢饮都唔想要 AirTags。呢个系咁嘅声噶咯。AirTags。你手点攞噶啲水？哦、啊，呢个系 fake 嘅，真嗰个喺度。哇 ！Oh my god！ 呢个只 coffee 嘅券咯。哦 ，thank god！ 我中意，我要呢、這个，我要呢、這个。咗啊 ！Oh my god！ 老实，汤包啊！我都好汤包。咩啊？其实几好喎，我中意食紫米喎。你话咩啊？哇！哇Crystal 抽到的是这个海莉的，因为要留下回忆，要跟朋友留下回忆。就是我那时候有在思考说我们要怎么分配说的 budget， 但是我想大家应该比较开心收到就比较实际的东西，所以礼物的部分就好玩，然后有个心意咁样咯。多谢多谢Cynthia，多谢恭喜，多谢皮皮。专属的一个，拜拜。Long Petro， 没带魔杖。Give me now， give me now。老差吧。Next level。唔爆佢啊！你真系唔好意思。Split camera。那答案时间已经是半夜三点多了。然后他们在外面玩 Jackbox。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 Jackbox 的话，其实我蛮推荐大家玩的。它就是一个在线上的互动游戏，然后大家就可以用自己的手机上网，然后登录之后就可以参与不同的线上游戏就好，就对了。为什么他们还可以这么有活力？我觉得我已经快要瘫掉了。不过今天还是很开心的，然后希望同事们大家都玩得开心。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